主辦單位同埋各位嘉賓、各位先生女士，午安！好榮幸中國建設銀行亞洲連續第二年獲得傑出人民幣理財銀行嘅呢個殊榮。我謹代表銀行感謝各位評審嘅推選，同埋同業客户嘅認同支持。建行亞洲多年來以人民幣理財專家為市場定位，積極推動多元化的人民幣理財服務。最重要，我們善用和武行的中國建設銀行的聯動關係，全方位拓展服務渠道，深受客戶和業界的肯定。在未來，建行亞洲將繼續與武行緊密合作，找緊機遇，進一步貫徹人民幣理財專家的發展策略，令銀行的人民幣理財服務更上一層樓。多謝大家。